我是程玉才，我是目前中国唯一的一位基楼雕刻大师。我认为我们的基楼刻花工艺代表着中国基楼刻花工艺已经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准。这个基楼的话，它是纯手工的东西，它不可能大量的去生产的，每一年生产多少件的话，我心里面是清清楚楚的。现在这个表盘，阮先生这个表盘，它用的是日本的铜，所以说它硬度有点硬，然后对于这个基楼的话是一种挑战。况且阮先生的话要求这个要求的又特别严，废品率一直很高，居高不下，轻微的一点点就会碰到，不到一个毫米，大概0.8、0.5左右，这个是难度是很大的。一个完美的表盘，它不光有这个设计师他的心血，也有一个匠人掺杂着很多里面匠人的心血。